有耶。有吗？没有耶。没有哦。你先吃牛仔吗？嗯。到了吗？有看到吗？那次。那怎么了？哇，在抓他的牙齿耶。好了，那换别人了。天恐龙在做什么？睡觉。他在睡觉哦。握握手，子萱握握手。哇，跟恐龙握握手哎。阿妈。你这是什么？子萱这是什么？喜欢宝宝。喜欢吗？哎呀，一直亲。有这么喜欢海绵宝宝吗，子萱？你那么喜欢他、哦？好可爱。你。好，他一岁十一个月，下个月两岁。你拍他。我拍他哦。哦哦，他又跑上去。啊，松鼠跑了跑了。来不及到了。他不吃叶子，他吃饼干。你看，看他跑，不要跳。跳跳好可爱哦！他要吃饼干啦，子萱丢过去，饼干丢过去。哦哦，他在吃了耶！你放着他自己吃，你放下来他自己吃。你看风车呢？会转吗？呜呼，香草馆呢，好香哦！香吗？有香草的植物园，仙人掌哎。小吗？我给你的饼干，这是石头哎。蚂蚁小不小？小。哦。好厉害呀、哦！走，走楼梯啊。哥哥呀！